在2年前开始在新色月色学习游戏。我选择这个专业的原因，主要是因为首先先是自己对日本这类的漫画游戏是很感兴趣，然后怎么说呢，就决定不听家里人的话，毅然决然跳到这个圈子里开始学 game art。 小白，游戏迷，喜欢游戏，非常非常喜欢游戏。第一开始吧，我在学校的期间属于大家都其乐融融在一起，像一家，然后还比较温暖，是在老师家画的一个老师家那个仓库里面，所有东西陈列的一个素描。我当时特别喜欢这张，是为什么呢？我觉得因为这个画室给我感觉就像家一样。怎么说，我在这边无依无靠，安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，然后能把这个画室记录下来，让我特别的每次看一下觉得哇，这种放假就能回去的感觉特别开心。跟我学的一年多两年的时间里边，遇到了很多的困难，也遇到了很多的波折，我倒希望他将来呢在这个方面做出一个成绩啊。毕业以后，我们的孩子或者孙子能玩游戏的时候，有可能有些东西就是出自于他的设计。